们一天都看多长时间的电子产品啊？8小时？2小时？还是有科学家发现，人类近视不仅仅因为用眼疲劳，还因为人造光源太多了。但如果你近视了还不戴眼镜，就会影响听力哦。想要预防近视，可以这么做：1-20-20-20法则。如果已经近距离用眼20分钟，要停下来休息20秒，并且眺望20英尺以外的地方。2、每周保持不少于3次的户外运动，每次不低于2小时。多往远处看，多看绿色的东西。晚上的活动可不算啊。3、用电子产品学习的时候，最好选择有蓝光过滤的屏幕，看的时候要注意坐姿，并且和屏幕保持一定的距离。差一段时间就要注意，让眼睛休息一会儿，再来找小度玩吧。我虽然戴着眼镜，但是我没近视，哈哈，就是玩。关注我，开开心心长知识。